立刻的界面。嗯。有拍到人。没拍到人。好，输密码了。我这里输入密码。嗯。可以对吧？对，完之后点击进入。进入对，又用感应啊，中文。点进入，对，好，我可以先暂停。OK。我觉得倒不如你这个先不要能。啊，啊，可以，你到下一步。十五分钟。嗯。完之后我点回吸氧。嗯。OK。好，进入下一步。现在你嗯，这音乐来的，可以啊。但他怎么没有音乐出来？还没按开始，按开始再讲。这有个开始好像。没有一按，它就是已经有的了。好像你里面有了。有吗？没有音乐。有了。有了吗？有了。OK。啊，对，你就拍这个了。啊，可以了。塞声地听，太大声了，小声一点。好 ，OK。OK。OK， 好，下一步。嗯。完之后你就对着它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要调整。哎，完之后返回去。嗯。还是这个返回去吧。嗯。音乐没有了，还有吗？哎，它怎么是那个一返回去那个音乐就没有了？好，你可以停了。好，你可以停了。嗯，好，可以下一步。好，完之后就是颜色。嗯。要红色。嗯。启动。嗯。好，完之后对着它。嗯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还得要再转过来。好，关。给我关掉。喂。你退回去。好。退回去，调一个界面。对。嗯，调它的那个强度。好。OK， 完之后你再看着它，看到那个花的不同的变化，现在亮很多了。嗯，对。好。那个 IP 砖有没有带人家的？没买单呢。对吧？到下一步呢？下一步呢 ？OK， 可以的。嗯，暂停了。暂停。可以，可以。嗯。好，拍界面，先拍界面。拍界面了。看到那个消毒中吧？嗯，在那。嗯。行。可以的。那就行了。嗯。哎。好，之后就启动。嗯。好，你先停一下。暂停一下。嗯 ，OK， 可以。嗯，可以了。嗯，可以。到了。嗯。嗯 ，OK。好，可以，开始，开始。嗯。哦，差一样，你先别拍这个。嗯。正好你拍一下它的那个水满的程度。嗯。OK。OK， 好，完之后我就启动了啊、哦。嗯，启动。你点一下启动，不用我过去点。对。点了吗？那个哦，不是。是两对。喷鸟。对，启动。行。哦，要拍我，最好拍到这一节。嗯，好。要拍到这一节。嗯。帅哥，好冷的啊、哦。嗯。能拍到那个有雾状吗？有。你还得要拍我的手拿，看到我的手，然后扣住这个。嗯。可以。行吗？
是拍到那个枪，我的枪是从额头上边那样喷下去的。嗯协调的这个底那么粗壮那么厉害，那就转过去，往往墙的方向转过去，系。就能看见他的脸上的那种水珠啊，慢慢的这样增加，增加。OK。对的。嗯，就这样，大约做一下就可以了吧？嗯。OK。对，开始，开始。嗯，点住呀，对吧？点住呀，完就点时间。点时间。对。十五分钟，对吧？你不要再拍了，点了时间以后就啊，可以20分钟。你应该把刚才13分钟那里删掉，第13分钟是刚才那个过去的。嗯。就是所以就是拍完时间以后，你就马上要把它剪掉，就直接过到20分钟这里。嗯，然后呢？剪回到助养。嗯。启动。看看。好。完就再。调，不是再调，它的不是有频率吗？调第二，箭头那里点第二个频率，箭头，对，点一下，对，对 ，OK， 完之后你的界面要拉近频率，那你是二的，对，知道的，这已经做了，你不用，你已经点了，就不用，就是刚才你的镜头拉过去就行了，好，好，再试试，可以试试它，可以试试它，嗯。OK， 只需要拍一两个镜头就行了，像这些，这只是拍怎么做的。得拍一下调那个力度的地方，因为，嗯，好，你选一下拍那个。好的哦，不是脸部，返回到脸部，到脸部的 face， 对，返回
完之后就等一下啊。嗯。好。暂停对吧？来，暂停。完之后就拍我，把它放在他身上。嗯。来，拿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OK， 放放过来。嗯。就拍到那个电视塌掉在身上。嗯，嗯好，可以。行了。可以。看起来，看起来对。嗯，可以。完之后就拍我的手势，来，你过来，只不看到那个水啊。嗯。完之后不要拍它，能不能只拍到这里的水？嗯、要拍到了。拍到什么？嗯。OK。嗯 ，OK。暂停。OK。直接连接到这边吧。就是告诉他可以直接用水就可以了。嗯。必须两个手。嗯。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子。那个东西用不用？就是那个电的东西用不用？就是靠着皮肤，就不是要经过那个。不用。不用啊。没有电。有没有电？有没有感觉有电啊？没有。没有的。应该要可能要靠近的皮肤。是。不是啊。有。有的。我的手尖是麻的。嗯。OK。嗯。啊。没事没事，十五了。你拍的是十五 ，OK。嗯。眼部点回眼部，对，才能进入到那个。完之后就调。那模式多少？不是模式是什么？对。模式完之后就调那个模式是调到十，下边是两个按键，对 P 十，嗯，完之后强度，对，打到那个按 ，OK， 最大了，已经最大了，嗯，那就最大了 ，OK， 行，完之后就是启动，零启动，对，对。那是哪来的东西吧？反正你就拍我，打这个银胶涂在他眼周那个位置哈。嗯。嗯。OK。好凉的啊，忍一下。好。OK。OK 的呀。嗯。你要拿塞不呢？拿那个东西给你。拿那个眼。眼周镜，超音波的是这个。哎，帮我调一下这个手。嗯。等一下啊，不是，是另一边，另一边。可能把仪器推过来，要不不够长。仪器要推过来，卡线呢？卡线。这是瘦脸对吗？嗯，不是，现在是眼部护理啊。啊，这个是眼部。嗯。如果做一个疗程的话，这个脸部里会有什么样的就是那个效果？这个啊，做一个疗程啊。瘦脸啊，还是？做一个疗程，整个脸都变得很好看的。嗯。我感觉。那这个是起的是瘦脸作用还是现在是眼部护理，是有一个去黑眼圈，去黑眼圈啊，对，去眼袋，嗯，还有一个眼部啊提升啊，行，要不完之后你要拍我那个做，等一下，嗯，好，拍过来，嗯，要，我要你拍过来了，意思是告诉客人了，这里呢，只是做到他的眉毛以上啊，嗯，眉毛以上，来，对，眉毛以上的，
因为掩盖上面是不能做的，所以我们做到没用到上面，这样，这样就行了。现在已经是脸部了，完成时间，这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必须要是这里扫到他的脸上，而且这里会很多，也会看见。谢谢。双目光电。可以，下一个。好，时间。可以点一下，直接点这里。多少？20，就这样。好。15吧，也15，也15。因为我们现在只说半边嘛。好，点一下那个生物电，再点冷光。冷光。对，冷光。什么事呢？没有，冷光启动。启动啊？对，完全启动。好。对，你先不要单拍那个，拿出来你才拍。完全可以。要先不要拍，要不要过不了那个？这个模式，这个模式。要看到，比如说现在是第二，等一下，是第一模式，好，第一模式，完之后点过去，一直点，对着这个光和这个头，点，一直点，点到第五，点过去，一直点，对 ，OK， 是这样，对，知道让他知道就是模式的 P 五是这样的，能量的这个意思，好，好，点回到那个生物电，生物电量，点回到生物电那里，对。再调档位，档位对，这里吧，对，点 ，OK， 我们最高这个档位去到哪里？那我们脸部起码点到5，五的，起码去到5，对，起码去到5，对，好，再拿两个给你，还是几个够了？也够了没有？一个可以。一个一个。对。
好大。唔系。东。唔系，突然间。哦哦，唔好意思，我先把呢个电调下。你是不用再拍的。哦。是我们在拍，如果我是。反正我觉得你的镜头应该有上面拍下来，就是不是在，等一下啊，我意思是，你那边听，听着，边拍的话只看到，边拍的话只看到我那个头，没看到接触脸部的那个情况嘛，是吗？嗯，好了，现在你这个就他就能看得清楚嘛，嗯，帮我拉一下那个线，我这里拉不过来了，对，对对对。全部都是20分钟，嗯 ，OK， 好像点开的对吧？完之后就是点回到二级，点回到二级 RF， 对，完之后强度，1、3，它好像最高去到3吧，是吗？按着试一下，什么按完的？哦，那就不行，那只能是调到2。OK， 好，这些能删除吗？嗯，没关系的，待会就看着这个，看着看。好 ，OK， 好。等一下，因为它的影部必须要。嗯。先不要拍了这些，因为之前都有这些的镜头嘛。起了哈，这个 RF 我还是把它调到最低了，很细，有没有感觉是它？我把它调得很低，它应该没有。对，好，现在开始有点温了。嗯，你刚才是小温温的。小温温，现在因为现在调是第一档。现在我坐的是眼角那个位置，好，完之后再看哦，我坐的是这个位置，为什么我听到有那个声音？里面还有音乐？不是，线，好。完就接下来了，就拍我做嘴部那个位置，这里是反应纹，这些位置，
以及时间已经判，时间已经判，刚才已经调过时间了吧？是吗？没有，这个没调，这里。啊，调了。好。好的，三级，三档，看我调了。起码去到五档 ，OK。哎，开始。向墙嗰个方向拧一拧。等一下，太热了。你看，你想办法能拍到我三个电极是完全接触他皮肤的，那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可以把先把那个，你先按一下暂停。Okay. 那帮忙按一下，好，我定一个位置，好，我定一个位置，你拍。你看哪一个角度，就是必须要拍到我是三个电极是同时接触皮肤的。有。看见吗？看见。OK。好，我再这样走动，哎，继续拍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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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看见我只是做大的部分，像额头，这个音乐还在有，没事，音乐就有它吧，好，先暂停，暂停，保暂停，对，你暂停，可能从这里，可能从这里会看得见，是三个电极全部接触皮肤，看见吗？看见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可以了。OK。